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啊。那么今天呢，依然由我和刘晓光来给大家做讲解。好，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的这盘棋呢，是第五届黄龙市双登杯世界女子围棋团体赛的第九局。对局的双方呢，分别是日本的谢一敏六段和中国的宋荣惠五段。那么当时啊，这个刘老师，这团体赛进行到第九局的时候，日本呢只剩下谢一敏这个主将了，那么中国和韩国呢还分别都剩下三员大将，所以这个形势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不太妙了。对，这个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前呢是一个韩国小将，他赢了那个是六连胜他是叫吴正娥对，是的。那么后来呢是宋荣惠上场，对是的，扳头了，对，取得3连胜。对，今天这一盘棋呢是他和他，这是第几胜啊？这是第九场，对日本的主将谢一敏，这就是第三局的那个他第二阶段的、对，他是3连胜之后碰到谢一敏，等于说是那么我们今天就先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好吧。这盘棋是宋荣惠的白棋吧？对，白棋。谢一敏之黑。黑棋，对，然后星。谢一敏呢，其实在韩国在日本呢，他已经是稳居女子第一位，已经很长时间了。他夺得过这个棋圣啊，女子棋圣、女子本因坊、女子名人，现在还是女子名人和女子棋圣的保持者，可以说现在的韩国第一人，女子第一人，是这样吗？是的。她实际上她是咱们中国台湾中国台湾的一个到日本留学然后在日本现在取得了第一位置。对，我记得她曾经来过咱们中国棋院训练过这是我对他有这个印象。现在突然间变成第一人了，相当厉害啊。这是一个普通布阵吧，二连对付二连星，那他走这个，这是黑棋，也许对这个比较熟悉，但是这是普普通通吧，是吧？高挂二连星，黑棋下了一个二尖高架，这个是最常见的最常见的，这是经常是有这样的，尤其这样的布阵。二尖高架，然后呢，这个也是出现居多的，比这个要多，从概率上，是吧？这是叫大飞，这个叫一个最早村镇刀刀是吧？这个非常很有名的。这个呢，就按定式下。这样定式。我的印象，这个定式啊，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印象最深的是聂卫平聂老师他是最喜欢这样的黑棋。他喜欢下黑棋。有对于这个定式，他有个深度研究。然后多数是立这个，如果走这个呢，他就不断了。这个然后挂角啊，就走别的或者拆一个之类的。对，这一带吧。大概会这个位置。这个。那么一般的情况立居多，然后居多断一个，这个变化是有名的。好像这个就是虎的变化，现在已经进来已经没有人下了，就觉得这个变化是白棋比较吃亏有点所以都改成就直接立下去。但是立下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争子有利。对。争子不利你是不能立的。好，这个说到这个变化呢，我们看看啊，这个为什么当时是聂老师那么喜欢，现在走在这个尖呢？对，一般的是这么走，对，就是这样。就这样。这个前提就必须争子有利。对。争子有利，这个比较复杂，但是呢，我们那个年代，聂老师对这个变化有过很好的研究，然后下这个居多。这看起来这个定式已经有年头了。有年头了，现在又捡起来下这个。这个呢，我印象中他喜欢这样搬了，搬掉，搬，然后白棋搬一个，搬他铺铺提掉，提掉，然后他搬一下，现在就搬一下，搬一下，对，我的印象是这个他下的居多，先走掉，你这个交换一下，那么再来，比如说引征，爬一个，引征，然后再引征，引征，这个是居多。那这个能搬到一下，觉得便宜挺大的呀。对，你如果搬了走别的呢，他会挡。
你这样爬爬，它粘上，它接住，对你吃它不好吃，你说大概这样打结它不好，你粘上是吧？粘这个，哎，它就紧着气呢，你就说没有，吃不住了，所以它叫做纤手，这个比较复杂了，要讲起来要费很多的参考图，这个大概时间问题啊。嗯嗯，它现在我们没有这几招没有交换，我们看看他们的实战。实战黑棋呢是直接引征的，直接在这个地方引征，这个对，这个当然是绝对不能被征掉，对，这征掉就脚也死了，这外面也成固棋了，就不像话，所以说白棋必须得补，他现在打的这个打的这个呢，这个老丁士啊，我的印象中他一般打在这儿他是要跑一下，跑一下，然后白棋长，哎，长一下，再长一下，征子依然有啊，那么白棋可能是拐居多，拐打，哎，然后再走那面，但要交换一下，多送一个，比单提掉黑棋更好一些。哦，黑棋是这样。黑棋宁可让他多吃一个，多提一个。哎，不，他哎，对对对，假如说黑棋那边竖下去，哎，白棋把这个抓掉。哎，对对对，这样。哦。哎，他就多长一头，这是这个当时的研究结果。哦，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嗯，那么实战是这样。那个下去也当然很大，对，是的，非常大。嗯，那么白棋提掉，对，这个提也非常大，这个扳住，形成转换了，形成这个转换，这个转换那就是比较有意思啊。嗯，这个，我觉得好像看起来这宋荣会接下来的下法，嗯，可能他是知道您说的刚才这个，他应该先跑一下。哦。哦，这样，可能他知道，因为他也常年在国家队训练嘛，所以他。在黑棋竖下去的时候，他直接就把这个抓掉了。抓掉，黑棋扳住。嗯，这个抓，这个变化是，应该说也是一个，双方可接受。可接受，或者说可接受，可接受。嗯，那面当然也非常大。对，是非常大，把这个星位一小飞全给穿了，然后星位这子就给吃掉了。哎，这个是非常厚。那么现在白棋，你说要选哪个？他是走的这个，对，他跳出来了。也可以考虑这个。这个就黑棋跳在上面。看这样，也是一种，哦，一种下法。嗯嗯。啊，这样把因为厚了嘛，把它往厚的地方赶。对，把它赶出去。对，这是。现在呢，走在这个地方，这个那黑棋只有一条路走在这儿。对，如果再往前跑的话，就觉得这个头。不像刚才可以跳在这儿，它只能很委屈。如果它尖的话，白棋可能会挡。这样。打下来，然后再往前跳吗？就这样。嗯。这样你在中间跑，它这个后就不是就发挥了。对，是的。应该是这样。这个飞是对的。飞是对的。飞在底下。要飞一个。然后白棋。靠住。靠住。在这儿。嗯。黑棋顶。对。因为黑棋在里面做活呢特别局促，他又不想说自己就在里面搭眼，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总是想有所反击吧，好像他把这个断了，断一个。这是黑棋也是比较强硬，比较强硬，对对对，是这样。这是比较强硬，打吃也是比较强硬。如果是普通是单跳，那么他是担心这个长，那么白棋跳出来，这样我估计是担心这个靠一个。靠一个，这样靠的时候好像白棋比较难办了。对了，这个它有防着冲断呢。是啊。如果你扳，那么它会断，大概一般是会退，然后它就直接冲断。那冲断这三个就死了。直接冲断，已经被吃掉了，可能你抓不住了。对啊。抓不住的这个可能，这个就这个不行。白棋，所以它这个打一个，先把这个打掉，打掉，然后你没有长的机会。然后再跳，强硬，强硬，强硬，是的，这个下法也是相当强硬的下法。那么这个棋呢？我觉得黑棋好像还挺难办的，您觉得呢？黑棋啊，嗯，这个是一个力量的战法，力量战斗。应该说普通的招降也许是这样，拐一个，这不是有打吗？对对对，哎，那拐的话，白棋。虎吗？虎一个，应该是虎一个。虎吧，再打一个，然后再打。这要不要接呢？我就很犹豫。对，粘上一个。这样的话可能是
这一类的先走一走，哦，也许可能是这种一个作战的方式。嗯，但是这个可是没有活。对，这明显牵一手棋啊，得赶紧做活。对，这也有风险，这里面牵一手棋的。是的。嗯，这样呢，就是说，这个战斗应该说，双方有风险，也是拼力量的一个地方。是的。嗯，拼力量了。嗯。下成这样，那么黑棋呢？他又不甘心自己在里面一个人做活，对。嗯，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这个刚才刘老师的下法呢，也挺有风险的。如果拐出来的话，嗯，因为等于说白棋多了一手之后，那你这里面马上就面临着这做活的问题。现在好歹还有个头在肉。现在你要里面杀我，我这个有尖，但是那个这个路途也很很渺茫，是吧？路途也不好。好。我们看他怎么下，他直接横靠在这儿。这个比较凶，嗯，这个比较凶，对，他没有做交换，直接靠，是，应该说是比较凶悍的，对，嗯，谢一鸣的棋风也是挺硬的哈，不像大多数日本棋手一样，好像比较柔软一些，感觉，比较注意均衡。这个女棋手就是战斗啊，喜欢战斗的比较居多，柔软性的少，少一些，这个通常是这样，现在靠一个直接就进入，这个和这个两个风险，你说哪个好？但是我觉得拐完之后靠呢，可能变化会多一点。现在靠呢，他是把这个加死了，会比较复杂，是吧？复杂一些，嗯，先加一个，那个前途也很不明了，反正不明了。嗯，这样的话，黑棋是搬的这个，对他先搬这边，对，白棋长，长这个，嗯。这个棋啊，这个里面还没有活。对啊，牵一手棋，牵一手点棋。但是这个黑棋会不会要把这个冲出来呢？如果冲，啊，他肯定是走这个。然后再打吃。打吃这个棋可能是他要粘上吧，我觉得要粘上。有可能粘上。然后打吃。对。那只能这样才能冲得出来啊，对对对，别的方法冲不出来。应该是这样。哎，对对对，大概会是这样。嗯。粘还是顶？我看看啊，顶啊，哦，没有断了。粘上还是顶一个？嗯，如果顶了不能断的话，那就很讨厌了。嗯，这个顶可能能成立，现在啊，嗯，因为有几个变化，反正你下来我会出来，然后再拐拐这个，把这个吃掉，有可能是把这个吃掉啊。他反正拼了命先把这个吃掉，这个也哦，这吃掉这个可能也不成立。对，这现在不成立，现在不成立，嗯。打了挡也可以啊，现在这个暂时黑棋可能还不行哦，暂时不行是吧？那如果说这样冲出来不行的话，那黑棋就很头痛了，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嗯，因为这两个是棋筋呢，这黑棋暂时目前不行，这面的有一些交换。嗯，这个棋对，在这个加一个的时候啊，嗯。这个棋，这黑棋挺难办的，这感觉。如果说这个不能冲出来的话，嗯，那等于说白棋在这一来都是先手嘛，不管走哪个，这儿、这儿、这儿，啊，都得做活呀，不做活这块棋没活它。对，这个棋黑棋有这种想法，一个挡这个，一个立，它都是就在瞄着这个。对，是的。他必须得为这个做准备，要不然的话，他就如果说这边没弄好，他不是虎了，他就拐了，直接要杀你了，恨不得。对，这个棋他没有走这个，我通常是可能会考虑这个挡下来，或者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多，哦，可能会比较多，因为这面有各种利用，这个变化第一个想法会是这样。那他会断掉吗？那我就比较欢迎了。这个互相被杀之后，马上这个地方要出棋。哦。这是期望之类的。拽不开这个，随时你在这儿动完之后，这面马上就要出棋，赶紧冲出来是吧？对，就想着把这个冲出去。这个就可能有问题。嗯。通常是会这么想。对。挡下来哈。挡下来，是我的第一感是这样。嗯、或者你想这两个方向。这个方向呢，以后也要冲出来。对，他是没有实战，他粘上了。粘上，这个粘上呢，那么计算他补你这个都不如那个，不如这个挡啊，和这个有利。啊啊！你因为你这个走再挡，他都不一样。
但是它是拐的，嗯，拐的，拐的，那么就变化不同了。黑棋跳一个，它跳一个，对，嗯，然后长，对，黑棋飞，是，这个棋啊，啊是这样，这个棋，那现在白棋就把这个给粘住了，把这个补掉了，对，它不让你又冲出去的机会了，嗯，其实是你还有一个机会是现在冲。现在冲这个，现在冲，然后打吃，嗯，还是像刚才那样。嗯，现在可能白棋不见得行，因为这样的话，这冲出来，这个下面渡过你比较麻烦。长一个。对，这个就稍微麻烦一点。嗯。然后搬过。搬过是吧、嗯？这样吧。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黑棋还能够？还能接受吗？还能接受感觉。会不会是这样？就是黑棋，也许不是厚一些，是吧？是的。哎，这那如果能够这样先冲出来，能还是冲出来比较好。对对，我觉得冲出来比较好。冲出来，这面眼位也不同了。嗯，而且这个黑棋如果狠一点的话，是不是考虑要把这个贴出来先手？也是有这种可能性。能想法把这个先手给它藏出来，然后让它粘回去再补活就好了。嗯，现在是有这个可能性，嗯，也有可能性，再不然的话，他实在不行就贴这边，贴这个也是一招，这个、啊、这个贴是比较狠一招，这个这个比较狠，这个大概就这样，是吧？只能长一个，马上这样冲这样做活，是的，这也是一种，然而黑棋这么下呢，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成立，嗯、哦，有成立的可能性，对对对，是吧？这个冲你也受不了，嗯，啊，而且你这个子。也许提的更保险，这样袜粘先手是吧？对对，这个行吗？提掉后势，哎、这个也可以，啊、嗯，嗯，这也不错，好像感觉。哎，黑棋可以考虑这样，我估计你可能不能粘了，在这个时候就算了，哎、啊，这个时候打吃，对。那这个、这三个就进去了。那就算了，只能是这样。然后再冲一下吗？这个是先手，就长一个，这个是先手、啊，就算他是这样吧。哎、对。这个时候再冲，大概是这样、哦，白棋就如此选择就差不多。嗯，那白棋也不错，这也有收获吧？这三个子这样应该说白棋也比较满意。对，这面就这三个你不能要了，啊、你只能弃子之类的。对，这样的这一类的可能下法、嗯嗯，应该说这个也是白棋只能这么下。对，嗯，黑棋是不是这么选择？我估计也不见得好这个。他可能觉得有点大，哎，这面还是大，是的，对对对，嗯，所以他是要的是这个，嗯嗯，要的这面呢，白棋把这个粘住，把这个粘住，他是补的这个，是吧？把这个粘，这个粘上，这个有个冲，粘住之后，这个没有活，嗯，黑棋得赶紧补活，哎，对，这个一定要处理了，嗯，这个已经爬过一下，对，爬了一下啊，这个棋他是挡先手。他现在很郁闷的，就是他不能搬，他搬了被人家拐一下，他就入住亏了。嗯，爬一下呢，你这个做活更累一下。啊、是、啊。所以应该早搬。他只能挡在这儿，对对对对被人家立到这儿，这里面木就差好几木呢。哎，所以那个聂老师是先走完之后，嗯、先交换一下再引征，可能便宜一下。所以他要先搬、嗯、是吧、哎？对对，先搬。然后走这个差这个微小的差别啊、嗯，他把这个补了，不补这一般是死棋。对，这个一打一走是死棋，这随便冲一个就点死了。哎、对对对，补一个、嗯，这是铁活了。对，现在呢，这算告一段落。嗯，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嗯，那么白棋这个跳巨大，对，特别大，这个特别大。现在全局可以看出来是白棋比较厚，主要是它粘完了之后，这底下还有渡过，这块也很厚，这里这八朵花就不用说了。但黑棋这块棋就显得比较薄了、嗯。对，这个棋走到这儿呢，就是说，嗯，你让你做活了，稍微委屈一点。对。稍微委屈了一点。是的。应该说，白棋还行，嗯，还行，但是这个局面很早。对对。很早啊。嗯。对。要说这胜负还远得很。远得很，对。那黑棋呢就在这儿跳一个，他不是说跟这块棋太薄了吗？他想加强一下。嗯，在这儿，在这个地方，嗯，跳一个。那么接下来呢，白棋在这儿尖冲。因为这个棋啊太厚了，是吧？啊。这个白棋厚，他尖冲一个，
填充一个，这个看着当然也是一个好点，但是一般大飞啊填充巨少，但是这也算一个好点。一般的情况，小飞填充多，大飞呢少一点，但是这也是个全局是一个眼见的一个不错点。关键在他这个棋啊，是后面后续的手段，他是想引征，我们往后看，贴起来，黑棋贴，白棋必然长，长，对，然后拐，拐一个。通常这个棋是要跳的，对，通常是跳的，正常的下法。正常，我想啊，黑棋长一个是居多，长一个，他这个长一个之后呢，要冲断。接下来哈，对，其实这个大飞呢，就觉得这个尖冲啊，被人家贴了拐一下，好像挺亏的，因为这脚都被人家走实了。本来这个大飞呢，白棋从这儿逼过去都有鲜味儿的，就是脚上有靠三三啊。对，这个棋多数我估计会跳，一般，可能会选这个跳悠闲一点。对，那么黑棋可能挡一个再补一个，这样差不多。那么白棋再胡下来或者走这个，这是一个普通局面，但是呢。这个他忍不住就直接就上手了，如果能够跳一个长一个再动手就好得多，好多了是吧？现在我们看他的怎么，这就是女棋手的这个力量是吧？看着，但我觉得他先冲其实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手段。对，我们来看他这个手段怎么下，他先冲这个，对，等到黑棋挡住呢，再冲这个，然后顶。这个棋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他直接就端上去了。因为那两个是有引征，引征，征子有力。是的。所以他敢直接上手断。的确，的确很强，因为这个都太厚了，太厚了，也值得一战，值得一战。没错，是的。这个战斗呢，就如果说普通情况下的话，这个断显然是有点无理的。但是因为有各种的后势做，呼应做背景。所以说呢，他这个断上去还是挺犀利的。那断完了之后，这黑棋怎么办呢？这其实挺头痛的。你现在争不掉他，你这个子也不能死，死了太亏了，这实在是。是。那如果要战斗的话，就看起来这白棋的这些后势啊，即将都要发挥它的威力了。是。那么，所以这个接下来对黑棋来说是一个考验啊，也是个难题。我们呢，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来看这个黑棋到底是怎么下的。好的。好，我们来继续欣赏第五届黄龙市双登杯世界女子围棋团体赛第九局，由谢一敏对宋荣慧的对局。好，刚才呢，这个直白的宋荣慧刚刚在这儿断了一下哈。对于这个断，就是怎么处理啊？这个是很重要。现在白棋是局面很厚，对，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棋呢，征子不利，又你如果弃掉这个是不肯的，对，是吧？现在呢，它是跳的一个，跳的一个，当然这个也是，既然征两边都不行，跳一个，当然我觉得也可以，很中规中矩的一个下法，一个下法，这个挡也保留一下，是吧？它是长的，对，是吧？长的，这下得够狠的，我就在想着他，这棋不是考虑这样。走这个的吗？走这个他会搬，凑人家搬他觉得不好，不好。对，这个也挺好。这宋荣慧很力量很强，他很喜欢这个力量棋。对，这个黑棋也硬，接住也硬。这个谢一敏应该也是，也是个强力吧？也跟女棋手都是个喜欢战斗，喜欢战斗。我也不是很了解。喜欢战斗的棋。现在白棋呢？就是一个选择了，他是这个走的这个非常强，对，我觉得这个普通形状是应该是压一个，压过去然后再看你的应手，是直接应该这样单面压，你要攻这个是要先压那面，不能直接，你看你要的哪面，这面大吗？肯定是这样，应该要走吧，不走能行吗？应该走，你是长还是扳的问题？搬一个吧，搬一个吧。搬起来，我觉得有点。搬呢？有点哆嗦呀，看着。可以跳啊，或者可以这个都可以，这样就行。那不有个断吗？那还。有个断，这样是比较好的。对啊。你即使搬也先手，这个棋啊，如此下是一个
正当防卫。对，是的。啊、而且这个黑棋，我觉得这边不是看的这个路途很、很渺茫，好像那还有段，这边有段，马上就有棋、那他长一个呢？长一个会不会好一点？长一个呢？这个棋。我还有心情，还要再压，有这个心情、有这个心情想再压，那这个班你也受不了，班也受不了，是，是吧？嗯，然后你再看一下，你是班还是退，是吧？那这边再照的话，好像觉得这黑棋已经，我再选择是走这个，我都有可选。嗯，是的。哎，一般是先压那边，这是正常的。哎，那么对于黑棋来说，这个棋啊，应该早点掉，没有保留了，对，是应该先点掉为好。嗯，有可能会点着，在粘这个时候点，怕以后有点变啊。但是这个后面应该能点吧？他下的够强，够强，直接这样跳过来，直接这么，这很强。他就不让黑棋有闪身的机会了，对，就那黑棋也只有冲断，没得选了现在。哎，对，这双方就战斗，真是符合他们的风格。他们这个觉得这样比较过瘾，可能够这样下法，双方比较。比较一下子这棋就激烈了，变得这个就是一个肉搏战了。肉搏战。对，现在黑棋呢，通常是贴这个，通常是贴单贴一个。那单贴的话，白棋也会双吗？双一个啊，双在这儿。我就双一个这样的棋，我这个点掉嘛。哦，点掉，你这个这能点着吗？这个棋总这个争掉了啊。这样比较好。那白棋现在会不会点的时候考虑反击呢？比如说这样，那就是一个，哎，这就是一个，不知道这个点还真的是有可能点不着，是吧？早先点一下，早先应该点掉，这个没有。现在有可能点不着，这个是有点不着之嫌疑。对，如果您现在粘的话，我就贴过来了。粘它贴过来，这样的，这样你这个转换也不成转换了。对，这太大了那边是。这个没有必要，这早先是完全有机会点的。对呀，对呀。甚至是立之前点掉都可以，是吧？对，这个没有，那总会有机会，这跳之前也能点的，能点着，这个总是有很多机会。啊，现在就存在有可能点不着的可能性，他是走的这个，是吧？对，现在黑棋就感觉比较困难一点。对，点着是正当，这样的比较好。这个棋呢，一个是有争，这面只有长的压过去，白棋不行。这个是黑棋可战的棋，我认为是。比较有利，白棋有点儿无理，就是说跳应该压，可能白可占，即使你点完它也应该压。嗯，是的。那现在如果这样的话，是我觉得黑棋白棋会困难一点。嗯。但实际上呢，没有这么下，这个没点着，没点着是走的这个。对，它加了一个。复杂化了。啊。它是长的吧？不是双的。对，它是双的。那就又还原了，走的这个。对。还这个可能已经点不着了。这个他现在肯定是点不着，已经都没机会了。这个是黑棋丧失个机会。这个长这个长这个，他是不是以为没有先点是有问题的？他是不是以为白棋肯定会跟着他贴出来，或者是在这一带走一个之类的？他是期望你啊，那样的话我就有哎，如果飞一个他会这个，这个呢就无所谓争子了，他能加死了。哎，这个当然是黑棋最期望走成这样，这个白棋就没意思了。白棋啊，他这个，你看，攻不住他了。你攻他，他这个把这个吃掉，你再往正面跑，这个棋就不好了。哎，这就没有意义了。那么现在他是必须要想办法。白棋想了一个很，就看起来是一种属于非常手段，嗯，不太容易想得到的。他先尝了这个，对，在这儿，这个是想办法，他想办法，你这个必须度过，对不对？对，然后再断一个。断一个是比较狠的。断一个是什么意思啊？你要是单打吃的，他走这个。嗯。这个棋下面黑棋不好办。嗯。你提掉他能够把吃这个，你受不了。这不行。哎，对吧？这黑棋。你那走什么呢？对，这里有个长啊。你不管走这个还是走这个，他这个长一个，你那么味道受不了。对，这脚上一长的话，长到这儿，这些黑棋已经顶不住了。这个可能有点麻烦。嗯。这有点麻烦。对，哎，这个也不行，所以呢，他想凑你来看你怎么应。那黑棋最后的选择是打、黑棋打吃这个，那他这个棋是没有办法，都来不及，那只有粘上，然后粘的这个，对，他选择这个，
这样呢也是逼迫你这个棋啊，如果你要仍然是这样，是黑棋愿意看到，他希望走成这样。是的。啊，这个他仍然不失为大局，这个地方都该撑的撑住了。嗯。你孤独往前跑。现在关键是，这个宋荣惠走得强，他长出来，这个长呢是他盼望已久的，因为这是必须要走的。对。因为就是瞄着这个长呢，这个和这个对杀，你把你这个装进来，嗯，这一大块你已经没有两个眼了，那么你必须要抓我这个，逼迫你必须要抓我这个。对，他这两个这个交换真够强的，下的强。他如果说白棋没走这两下的话，嗯，直接长这个，他是不是担心黑棋担心说贴过来？很担心，很担心这个棋，那就可能下法不同了，贴一个或者飞一个他是飞都有可能、嗯，好像不太容易跑掉。这个棋呢，就有可能你来不及了，嗯，有可能来不及的之前，嗯，走别的好像都不太行了，现在已经不太容易跑掉，还有可能。但是他走了这个交换之后呢，嗯，白棋先走了两下，这两个不交换，对，先交换，先走了这两下之后，他就不一样了，在这儿，他觉得长出来，这个就有的占了。那现在你如果压一个，他搬一个，他是会成为这样，嗯，你抓不住他。对，是的。下面你不管怎么走，你飞呢，这儿有冲，是的。你这冲你要打，你压呢，这顺着你就没法，没有办法，嗯，抓不住，哎，就差一点你抓不住。那么这个你就想办法怎么抓呢？它是最强的，也就是这个，飞，它仍然是穿，还穿出来。哎，现在抓呢也有点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你现在如果飞一个怎么样？飞一个，它可能会靠一个，你受不了。哦，这靠一个好像已经挡不住了。看，对，你这个棋你就不好办。嗯，现在已经这儿要冲出来，然后这儿有点，哎，就都里面都，哎，是这个棋就不好办。你搬呢，它也会走这个，也不行。嗯，这个所以抓不住。哎，在这个先这个穿象眼呢，自身你黑棋还有点毛病。对，这个是它最强的抵抗，也是最有效的。嗯，现在怎么办？所以黑棋也挺头痛的。嗯，黑棋自身有这个胯，马上，对，马上有办法。那他小尖一个怎么样，刘老师？小尖一个，他我估计也是这样，也是点是吧？哎，对，点了他估计只能接上。哎，对，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这样的话，小尖，我看啊，他会不会这个胯仍然是有效啊？依然有个胯是吧？哎，对，对，这样是吧？然后再打吃。打吃他能不能跳在这里？因为你冲的时候它有个打，哦，反打，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但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比实战好一些。嗯，对，这个有点难。有这可能性，比如说我这个，嗯，能不能考虑先手把这个跑了先补掉它？补掉，比如说你跑一个，啊，走一个，走一个，然后再靠下来。嗯，靠下来，对，这个就是一个考虑开怎么。开战了，哎，怎么走？嗯，这个就比较难说。对，哎，对杀，难讲。等于这一块和这一块的对杀，反正我给你装进去了，而且还我有可能收你气，嗯，如果特别长气也可能收。这个黑棋也凶多吉少，对，也是像是凶多吉少的样子，看着好像不太对。那么现在他走得更加的狠吧？嗯，他这个黑棋在这个时候啊，他是先这样冲一个。对，他冲，对，然后白棋长，对，然后再退在这儿，先把你的毛病先把黑棋这个胯呢，老讨厌的胯给它补掉，对，让你去跑，这个是他走的这个，对吧？把自己先下接是吧？对，点一个，点一个，这个时候我先来解释一下，如果你走这个，他这个有个冲，他正好可以先冲一下，对，你这个走这个的话，他这个下来你受不了，这个不行的，是吧？是的，哎，那么在这个点。也是个好时机，啊，黑棋以粘上是为最强，对啊，粘上是最强。白棋这个时候啊，这个单跳是个好形状，对吧？对，好形状。这你如果不单跳的话，也不知道该走哪儿。就像这种拐，好像凑人家，如果拐，正好会这样。你这个扳，它就连扳，这是黑棋希望的。是的，是的，希望的。嗯，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没有问，这个地方没有问题了。嗯，下成这样其实挺难办的。这个地方因为正好是这个没有，
因为它能冲出来。哎，你如果长呢，它正好接上可以。对，它接在这儿还是个先手。这个是个联络的形状，这个形状不怕。嗯，哎，所以因为这个不怕呢，这个打是不存在，那么你只能是往下，这样就黑棋希望这样，是吧？没错。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既然这个不行，那就干单跳为好。单跳，嗯，单跳是一个棋形，对。跳在这儿，跳在这儿。对，现在这黑棋这块棋呢，已经被白棋装进去了。嗯，啊，装在兜里面了。这就装里面了。你现在只有追杀我那一块。是的，是的。那就大家就拼那个，嗯、这就对杀，这可拼力量。对，这是典型的一个拼力量的棋。嗯，这个要究其原因呢，前面黑棋这个没点掉，这个中间对杀呢，嗯，有一定的这个缺陷。没错，造成现在的局面也是，看看怎么个看他的手段了啊。这棋很奇怪，就是因为少走一下次序，但是发现是很致命的一个次序。因为如果你走了这一下的话，你刚才并不需要长了，你就直接把它给这子给争掉了。对，所以这次序还是差很多很多，确实是。这个棋啊是个对杀，典型的对杀棋。嗯，他是走的这个，下一步这招棋。他先飞了一下在这儿。先飞一个。嗯，先飞一个是白棋跳一个，交换一招。嗯。那我不知道他这个飞一下，有什么用吗？以后还有跳的这个路、啊、往前走，往前路。先试试你的硬手、哦。你如果硬吃我呢，我这样呢，可能这不是有挖有断吗？嗯。这是先看一眼你。这个也倒是可以多出一个这个呢，这反正刺也先手、哦、还有这个跳出来你抓起来也很累啊、哦、那么但是呢现在黑棋这一块棋也不能不走啊，是吧？是啊，嗯，那上面还是要解决啊。如果说这条路不通的话，毕竟还是要靠这上面。他即使通的话，那个棋不走也受不了啊、哦、如果假如被他补了一个这个里面装进去，就像现在的话，装进去、嗯、这个死了，即使跑回家，也不行。哦，这个太大了，实在是。那个、嗯、那这中间已经发生变化了。对。所以现在那块棋是要走，现在走了一个这个，这个也可以考虑先不走啊，先这两步交换也是可以的。嗯、还有一些别的变化，现在他是走在这个位置呢，我在研究啊，这个棋实战是他是走的这个，对不对？对，后着白棋，黑棋连扳为好棋。啊、哦，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棋，白棋如果长一个，会不会更好呢？哦，它可以单长这棋。单长一个是不是可行呢？如果单长的话，对，你首先你冲，我会冲对，对吧？这不行啊，这个不能挖呀。对。那么你还有别的？我看挖，如果你挖，我会走这个。对啊。这个会打这个可能也是能够白棋已经跑掉了。对、嗯、如果你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冲下来，是这样吗？直接长冲出去、这个、那也不行，还是不行。看着搬这个。哦，你先搬一下。对。嗯，这搬一下我怎么办呢？搬一下呢，你可能搬这个。哦，这搬已经搬这个，已经很难挡得住了。如果搬这个，他可能会走这个长是吗？长这个，因为你打吃我会冲这个，是吧？嗯。打吃冲那个，哎呦，这个棋，这三个已经，他已经交换不着了。对啊，我这下冲不着了。如果你能把这个气紧掉的话，还可以。但问题是走不着了。这个棋怎么办？是一个。不知道，这我就研究，我觉得这样的也是可以战斗的。没错没错，是吧？因为现在黑棋啊，你不单单是跟脚上杀棋的问题。如果这个成立，这一路变化是可成立的、嗯、那么单长是为要点。是的是的，哎，单长是要点。那么这个棋呢，那么再往前推的话，那么作为黑棋这个是不成立的、嗯、应该是这样吧？对，不成立。那就是说靠一个根本就是一个假招。我认为他应该走什么？你最狠的是这个，这个不要交换。哦，靠在这里。哎，这个形状是比较狠。对，所以我就觉得让人家这儿多一个的话，这实在是很有帮助的。单靠这个是形状，这是个形。那它长吗？哎，如果长，能长吗？对，你看这个棋，就算就这个是行吧？兼一个棋子。对，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因为没这个子就差多了。是这样吧？刚才有个这个子，好多了。这不就还原这个了啊？
这样的能把它包住，是吧？对，这样能包住。是的。应该是顶在这儿。现在呢，这个棋是单靠的，结果它也成立了。最后没他黑棋白棋并没有长、这个、白棋没长，没长、这个、主要是他是虎的这个，这被他连扳好棋、嗯，这个很好。单扳，不要去挤这一下，挤这一下是俗手，而且把气都给撞击。你如果打这个被他挤，你提他吃这个吃掉是黑棋、嗯、白棋不能这么转换的，这么转换是黑棋好，因为都吃掉，他把这个就解脱了。对。啊，这个棋筋不能被吃，所以这个连扳是成立的，连扳是成立。嗯。这样，那么那现在这个白棋又被黑棋给圈进去了。这个又是黑棋圈进去、嗯，那么白棋只要做活，对，就可以。只要他做活，黑棋就死。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做活，嗯，看怎么能活得好。对，这是宋荣惠要走的。其实宋荣惠如果单长，当然就最好了啊。对，刚才如果长出去的话，就没什么悬念。感觉其实这个宋荣惠啊，这个下的很是危险，不够明朗是吧？不够明朗，然后再被这个贴一个实战、嗯。然后白棋贴了一个在这儿，贴这个，嗯、这个是求活，对，求活。嗯，现在就是面临着黑棋，只要让它不活而收气就已经成功，关键就是不能让它活。嗯，这是黑棋啊，这个。但不让它活，这好像挺难的，这件事。挺难的嘛。现在它的这个实战是利的，对，黑棋利，因为这四个子就看作不能吃啊。嗯，这利的被他这个一利呢，他反来收你黑棋的棋，很奇怪。嗯、一直是这个吃了他会能冲，你的挡回来，这个棋又不行。是啊，怎么办？这个棋相当有意思。嗯，而现在呢，你可能冲这个可能又来不及了，我估计。现在什么都已经走不着了，主要是外面，啊、而且就算是这个冲着的话，那就黑棋要从这儿挤才行啊。哦，对，这个气也不行，你得把这儿挤上。对，也不行，冲着都不行。对啊，然后还得把这个给挤上，要不然跑掉了。你这个也没刺掉啊，这个如果这样、嗯、这样，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意思啊？就这样这样。嗯。你这个吃了它，我本来想一气干，但是这儿有这个。不行，他倒是黑棋的气倒是可以把它收得很紧。这样，但是气再紧，这人家外面都已经把你打吃掉了。漏洞百出，只要他多出一口气就行，不是一气干。你点着了也没用，点着了都不行，都这个来不及，还是不行，来不及。哎、嗯，这个我们不能考虑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棋他下来之后啊，嗯，下来之后怎么办？那么我研究，既然这个长很厉害，黑棋可能最狠的是这一招，小尖是吧？哎，谢招、这招对，这一招呢，让你白棋活，先给我活个样子呢，是比较妥当的。让你活得难受，至少先、哎。你活起来会很累，很辛苦。不太好活这棋。这样是应该是比较嗯，比较妥当或者合算。比较狠一点。比较狠。嗯。嗯，是不是这样好？这样的白棋，我觉得要找一个活的方式呢，也需要辛苦一点。嗯，好像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啊。嗯，不太容易。白棋可能需要一些非常手段，比如说就要把这个，要从这儿打吃，逼他这样。我走这个。嗯，你他接上。我要粘上。粘上。是。然后他还得迈一下，这怎么走？走这个。走这个他会立。然后再团一个。团一个。团一个他贴不行，那得单挤。单挤。单挤他单挤也很痛苦啊，对，很让你比较痛苦的那个什么。如果说我非要活呢，你说这样活倒是能活，对，但是这活得很痛苦。如果这样，对，大概会这样。挡住，就好歹接上活了。然后他再往这儿，大概会这样。这样黑棋可能比较，可能比较这黑棋好像这块棋没死啊，这白棋活了半天。实战啊，是啊，实战下法有点完全不一样，它是立的，它单立。白棋一立呢，搞得黑棋有点难受，黑棋要靠这个，它实战就这么下的。扳，然后断，黑棋断一个，然后把这个吃了，它立。对。啊，它来一个大头鬼，这样，皮掉两个。然后白棋再扑，成为大头鬼，黑棋把白棋吃了。但是通过这个大头鬼，白棋得到了一个这样先手，嗯，而且多一个紧气的关系。是、啊、他在这里呢，就他活了。
而且他活的还很要命，要命在哪儿呢？他不是靠这个打吃这个团呢，他还给他打吃在这儿。对，他这个比较狠，其实这么已经火了，啊、这样是已经火了。这个棋啊，走成这样的话，立一个就火了。怎么接上都活 了，因为这个打吃先手嘛、哎对对，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铁活，是啊，这是没问题的，嗯、这个活就已经可以，这儿还有贴出来，对啊对，这样是其实这样白棋也是不错的，是啊是啊、哎，他来个更狠的，他先打吃这个、哎，这更狠，嗯，而虎在这儿，然后再虎一个，对，嗯，这个棋点一个走一个接住，如果你来破我眼，他走这个，对，接上，这个、哎接上，他得怎么走一个吧，反正来接上，啊接上，接上可能更狠、啊、对。那么他这个是冲一个是活的，靠这个打了，嗯，一打这个打先手，先手这儿做眼也是活棋，是的。那么说这个棋他已经在活棋了，就已经活了，下面就是这一块怎么办了？对，而且黑棋外面有点儿这个七零八落，那么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实战黑棋这个实在是不敢让人家跑出来，你看他还狠，他还跑，这么做还有力，那么只有加一个，那就更活了，他就。这个也给你封口了，对，他现在等于说白棋上面先手活，然后在这儿加了一刀，对，这个棋黑棋下的有问题，对，下的有问题，嗯，这个棋就是黑棋的原因呢，这个可能是这面还是可能就这一条路已经是攻正规对战的话、嗯、就已经比较累，对，黑棋比较累，有点辛苦了，这个死的可能性大，主要还是前面这个没有点着，没有点着，这个是很致命的。黑棋他是要拼命想来这个当司马当活马医，活一个。而这个棋挡的话，我觉得可能跳一个，跳在这儿，也许是比较是白棋没有活，你走这个，哎，这个棋大概是这样吧，或者说干脆断掉也行，断掉好像也可以。我觉得您跳一个挺好的，跳一个啊，跳一个，他冲断都来不及，这个也把它断开也行。但是这个棋后面我就有点那个什么，他小尖一个，他是小尖的啊。然后黑棋搬，嗯，白棋点，接上，他接住这个棋，我怎么觉得他顶了他一下？对这个棋啊，哎对。这个棋又稍微出了点棋了，嗯，还是粘上，还好歹还挣扎了一下，对，那些扳，嗯，立下来，立下来，对，他又把这个顶了，嗯，然后把这个长回来，长一个，关键是在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大家都以为他死干净了，但结果发现呢，意外的他有顽强的手段，我们看他这个到底是怎么顽强的啊。他现在呢，其实已经没什么退路了，只能是跟白棋要对杀，挤掉，挤掉，对，粘上是，然后呢，白棋现在冲一个，对，冲一个，嗯，现在就刚才说一挡，我这一吃是活的，对，这两只眼，但实际上现在他不挡了，走这个了，他可以冲一个啊、嗯，这个比较狠了，然后呢，白棋赶紧把这个团掉，接上，他再冲下去。这底下呢就形成一个打结了，断掉。啊，这个棋、他加了一下在这儿。对，这可能是延气吧，有点像。再打吃。粘上是先手。接住一顶。黑棋粘上。他弯了做结，在这儿。哇，这个。这成一个打结杀了，意外的发现。现在是要这么吃，对吧？这么吃。提结。提结。打结杀。啊，然后提了一个。提回来，黑棋断。这是先手劫。打吃。劫财。掉。白棋断，这是劫财，因为气长。断完这个白棋提，然后断。黑棋提劫。啊，黑棋提劫。哦，黑棋提劫。断了，黑棋提劫，白棋断了找劫。啊，他如果提这个打吃，气不够。对，是的。然后打他冲。哦。提掉，不让他做眼，他再提这个。黑棋冲。挡。挡住。再提。提。嗯。然后白棋点了一个，哦，接上再提提，对，这里有个子，哎，那么黑棋一看，没什么劫财呀，这怎么办？再来一个，跑一个，对，白棋提掉，对，黑棋提提掉，然后白棋打了这个，那么黑棋粘，对，他提再提，
哇，那点这个，其实点这个，这是不是个劫财都这个吃掉也可以吧，完全可以吃掉，吃掉都能踢出来，应该是白棋可占的，是他就粘上了，他就粘上了，他觉得反正劫财也有利，慢慢打不着急啊，然后他又铺了一个，哇，铺一个提掉，这个提铺一个也舍不得的。黑棋也铺了，这时候损劫都已经顾不上了，都拼命打劫。然后白棋打了这个，这黑棋一看，赶紧先把这个棋掉了。嗯，打走这个是吧？提劫。提劫。啊，然后白棋铺这个。提。啊。然后白棋再打这个。哦，这是一个劫。哇，这个也损。提在这儿，这是这个也损劫。对，大损都是。然后再提回来啊，这个时候黑棋终于没有劫财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一个劫财都没有了。嗯，这儿得损得一塌糊涂，再损了，这都互相损，都不比着损。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就没劫财了。是的，是的。这两手也不是劫。对对，太这面都没劫，这都没劫，这是肯定铁死了。没错。不管你走什么，我发现把它粘上，你可以黑棋走两手。对，你随便在哪摆两个。摆两个，不管摆任何方式哈。嗯。这不够吧？这样不够了，差也差不了太多，但是不够了。但肯定是不行了。就算都围上，应该是不够了。嗯，盘面也不够了。但是盘面，对这个角上的话，黑棋走两个其实不是劫财，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随便摆两个，然后人家搬你还是拆棋。这个到这个时候他就没劫财了，这个打成这样，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这个有点像这个女棋手出现的情况，女棋手杀得很激烈哈，这盘棋看着，也不惧损，大家都对拼劫财，对，但是正好是差一个劫财，没错。但是要检讨的，我觉得问题也还是不少。嗯，应该说双方是都有可检讨的地方，都有机会，存在着机会。对对，是的。哎呀，这个棋下的很激烈，但像这样是不是认输了？对对对，现一敏就认输。那等于说日本队在本次这个黄龙市双登杯这个女子团体赛上呢，他们是一盘未胜。一盘未胜啊，所以说这个成绩还是有点惨哈，看起来。日本队还是需要加油。那么宋荣惠赢下了这盘棋之后呢，就将迎接下一盘韩国棋手的挑战，所以说对他来说，这四连胜之后是否能够保持这种气势哈，也是一个疑问。好，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